上期节目中，尹峰带着儿子贝贝、珊珊，陈浩和儿子小展望作为两个踢馆家庭组合来到了古井村。这三个在大城市优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小男生，能适应大山里艰苦的劳作和生活环境吗？奶奶好，叔叔好。奶奶好，叔叔好。我适应不了的吧？怎么？这太黑了。等一下，等，自己把灯打开。要灯在哪儿吗？嗯，好的。你就住那儿，知道吗？对，你是小双。老叔，我就不跟妈妈拍老板脸年纪。适应不了。你住过这种地方？跟你们家的区别是什么？你们家跟你就住那间小屋是怎么样？给我描述一下。比这间屋子大多了。大多少？几倍？大好几百倍。大好几百倍？那好几百倍那太大了，你吹牛。嗯，我不行，我没想着赶快回家。你现在就想回家？那可不行，你在这还要待几天呢。三天。你能待得下去吗？你真能待得下去啊？那我们拉个钩，如果要是你待不下去，你是小狗。嗯，来吗？你不说你到底你能不能待下去？你是男子汉吗？能啊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啊。好，那你先适应一下，待会儿我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。你们收拾一下先。哎，有礼貌。嗯。我怎么？说什么我都是适应不了的了。适应不了也没办法，必须。而且那条立业缝里，我感觉有鬼的。不会的。赵山需要帮忙吗？你确定啊？从这儿上去。你说。这是你们家是吗？哦，太好了，这是我们家大儿子。这是小儿子，啊，你们应该叫奶奶，对。好，他叫你叫什么？你自己介绍。对，我叫。是你们两个，这是你的我了。我大儿子。大儿子啊。对。啊，不是吧？是。这是我小儿子，这个叫贝贝，这个叫珊珊。要辛苦你们了，这两天。赵山负责开门。我有种莫名的好奇心，紧张。哇！哇，好多腊肉啊！嘿嘿，有肉吃。哎，对，哎，好哦。老贝去这里吗？对，他比较大。这你找的怎么样？你们俩觉得，跟你们想象的怎么样？比想象中要好。比想象中要好啊！对，绝对比想象中要好。我真觉得这次节目组真的是非常客气了。你看，因为你们俩来，床铺好，脸盆都准备好，感觉还搞过卫生。完美。我们来的时候，完美啊！我记得我第二次来对你的时候，我进到那个房子里就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么惨。完美，完美，走吧。飞翔，咱们这儿有厕所吧？有，在那个后面。嘿嘿，那洗澡嘞？洗澡就没有了。没关系，够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那就是厕所啊。那晚上呢？不能上厕所了吧？这？可以的。有灯吗？没有，直接倒电筒。哦，用手电筒是吧？我没看出来这是个厕所。哎，村长，村长，怎么样？这厕所怎么样？没看懂，不知道怎么用。没看懂怎么上？我这次已经不用上厕所，没看懂不知道怎么用。要不先示范一下，怎么用啊？这样，站上来，进去，你先体验一下。来一个，我不行了。
哎，我摸到什么？没摸到什么。要不大哥的做大哥的先。要不我去看一下。《荒野求生》第一季第一集开拍。啊！我这是何德何能啊？我是为什么要这样？哦哦，是这样。啊、头朝这边，对，试一下，怎么样？来个特写。大家好，哇，真臭，走啊！够了。现在知道怎么用厕所了吗？那你这几天学习。行行，赶紧出来！我在外面，要不就真上个吧。在外面不能解决，只能在里面。What？ 外面是要环保的，别以为这儿就可以随地大小便。没有，好吧，随便弄，还是你要不先试一下吧？啊，算了，以后再试。以后再试，总有你要试的那一天。憔悴啊！你试一下，妈妈示范一下。我啊，妈妈都来了几次了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就第三次变形了，这能难倒我吗？那你试一下，我撩起帘子我就进了。今天去厕所，如果不是带着两个孩子，讲老实话可能我也不会去，但因为今天两个孩子在，然后我得身先士卒啊，我非常英勇的撩开帘子就进去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变了，变形记真的改变了我，真的有可能是因为我的义无反顾然后影响了珊珊。你有没有胆量现在进去蹲一下？啊，其实要蹲完全可以的。那你试一下吧。来试一下，这所以一般还是不会大便的，帽子都戴上了。好，感觉怎么样？我都不想来，走出一年都不来，我最讨厌这儿了。你要回家，老公，我不来了。我要回家，要回家。你自己走回去吧。我不要。不要就老老实实、踏踏实实像个男子汉。刚才拉过钩了。好吗？好呢。那为啥现在不执行任务？咱们现在就去执行任务。这小卖部哎。对。你看，什么吃都有。没有钱可以。咱们去挣钱去，走。而且全都是苍蝇爬过的，还有蚂蚁。本栏目由无硅油不刺激养头皮资源无硅油洗头水独家冠名播出。这个陷阱呢，用得非常广泛。天哪，我好好一个大活人，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样的苦吃？我就想知道你是诚心的还是遗漏的，谁来监督你呢？吃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就是很感动。登录新浪微博，参与老板变形计话题讨论，领取资源无硅油头皮护理洗护产品。好，今天会议的第一个议程，昨天的标兵啊，其实已经评出来了，但是因为没有开会。啊，平安是14500，好，来把标兵红旗转交给平安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平安还行，我们俩昨天一块打药，特别认真。流动红旗并不一定天天都在你这儿，你要把它保住的话，今天还得努力干活。展望有话要说什么？展望有什么话要说？展望，姐，今天是我爸生日，我想你一个小卖部能转个蛋糕吗？我拿我自己挣来的钱给我爸买蛋糕。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啊。你想要我小卖部给你买个蛋糕是吧？哎呦，不用了，有了心就行了。这个，来，我问你啊，展望，你今天要挣工分才能买蛋糕，是你这个蛋糕是你付钱吗？是你挣吗？还是你爹挣？你爹挣就没意思了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挣。那我俩一起挣。你俩一起挣，啊，行，待会儿我看你干的怎么样啊。小贝啊，小贝是个很单纯的人，他说他有一个手电筒，我承认可能是我忘记收了，我没看见。小二把他的手电筒今天给我收了，啊，要是用手电筒到我那儿买，
啊。好，所有人一视同仁啊。孙长，你查过他们行李没有？查过啊，所有的摄像都可以看到。哎，我就想知道你是诚心的还是遗漏？我不是诚心的。谁来监督你呢？我们由你来监督，而你出现了那么多不公平的事情，谁来监督村长？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发现村长的问题，大家应该集体指出来。如果村长的不好的话，实在不行我们改选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可以呀、啊。你要说规则允许改选村长，出来你刚好也累了，这事咱让高鹏当村长，没人管他，你知道吗？这不行。哎、我觉得小二不错，他老算错账。小二不错，咱选小二。哎，我觉得村长的事，哎，我们国家的村长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，凭什么你的村长就是认定的？这样吧，高鹏的意见呢，我可以接受的。我承认任何一个人都只能相对的公平，做不到绝对的公平。更何况每个群体当中都有刺头，对吧？我答应高鹏的建议，大家推举出来我也当个舒心。更何况这村长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，又累又得罪人，我何必呢？我还是觉得这个，你看这觉悟高，哎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我相信，在这个所有人的心目当中，你可能最恨我了。没关系，你恨我，我也得治你。哎，我没恨你。不，你不恨我。我跟你，你这人吧，就是我跟你，你太小肚鸡肠了。我就是小肚鸡肠啊！我不恨你，你说你对我，你这都提改选村长了，你还不恨呢？你恨我，你不恨我，我都想治你，因为你嘴最贱。我们要敢于向权威挑战，但是如果选不上啊，你得接着变形。我就这点建议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挺好，因为明天我就可以让你起猪圈了，是吧？我们节目的名称叫老板变形记，不是，其实我觉得对吧，我平时过的不是奢侈的生活，我干嘛要变形？真挺有钱的。不是你，不不，哎，涂磊是老板，因为你老板这个脸。行，这话说的经典。行，这个事儿晚上再议，好吧，好吧。今天因为天气不好，不要耽误我们做工的时间。你还要换，我就把你牙打掉。哎呀，好样的呀，人民。对呀、啊，明明就是你们来变形，怎么变成调转枪头改选村长了呢？咱们得有礼貌啊！虽然咱们不是，给穆远大人道个歉，对不起。对。当村长真的可能比你当的好。当村长首先要知道如何团结群众，身先士卒。哥们，我觉得要当一个好村长，人人都喜欢，真的不难。要当一个人人都不喜欢，为这个村里最后创造财富的村长不容易。做企业也是一样的，做好人谁不会？谁是好？我觉得各个大都应该由群众眼睛看到一起选举产生，而不是说。说了。其实这个东西啊，我都接受了。其实你说的村长不就你说的村民不就你自己一个人吗？对吧？高鹏呢，官迷的这个现象状态太明显了。我觉得他本人还是很有能力的，对吧？毕竟在那个北京的这个郊县干过四年镇长，但是他这个，我觉得人的欲望不能太强，人欲望太强以后吧，就显得这个人特别 low。今天的选择工种会有所变化。第一，昨天我们是每个人最多可以选两样，对吧？今天最多每人可以选三样。但是家庭是以家庭为单位算一个人，他最多可以选三样。来吧来吧来吧，今天第一个来的是谁？来，平安。今天的农活种类繁多，有需要体力的清扫猪圈、开荒地，也有需要长途跋涉的放猪、采蘑菇，还有需要耐心的制作陷阱、灌肠等手工劳作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并自由组合，由东家指导并进行验收。真悬，真险啊！这路。Hello， 妈妈。哎，摔了一下，差点摔了。来，哪个是鱼腥草嘞？这种，我把眼尖根拔下来。哦，这是做草药用的是吗？哦，哦。来踩根儿，你看那个带花的，那个矮的你踩，我踩那高的，一定要踩根儿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非常棒，我给你了啊！咱就一定要踩着根儿，咱俩互相扔啊！你不能我的也给你，你的也给你啊！哎，这互相啊，对不对？互相帮助嘛！我一闻味儿我知道，哎，这是闻味儿对。没有花也要，这个不是吃花，主要吃根儿。对，根儿最重要。
花不是最重要的，只要找着货源了，这个就好办了。我弄多一点放。采得非常愉快，看多漂亮，是吧？以前都不认识鱼腥草，就知道鱼腥草可以入药可以吃，没想到，哇，真正的鱼腥草是这样的，非常有成就感。哎呦，这边好多呀、啊，展望，来吧。扶一下，来，一二，走嘞，好嘞，来往上走。你看这些都是，你就一根根踩。我爸的那就是这腰不行吗？就一弯腰到这儿，说那腰就特别疼。我。准备好我和爸爸的生活费呀、啊，别的，那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你都比我们这样好吗？而且今天是我爸的生日，我不能让我爸总是吃一个黄瓜。有纸巾吗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只有你一个。就做陷阱啊！啊，做陷阱是吧？但我现在不知道，估计也是个挖洞，然后他们铺上东西吧，我觉得。哦，还是容易短呀。啊，就是他那个抓到一口就叹气了，就掉气针，是吧？啊，一定要碎的叶子是吧？把那个叶子切下来。快点啊！我怎么洗就那么粗？咋个办哦？啊？你不能帮他做哦。不是就劈开嘛，对吧？劈开。啊，做这个条嘛，是吧？嗯，对。那这两位老人呢，就是基本上就拿这个彝族语言，再加上掺杂的一些四川话。那我觉得这时候呢，就是我懂四川话呢，相对就是能够有一定优势，能够跟他们了解。这个陷阱呢，其实他们用的非常广泛。这个其实如果是你真的作为物理原理来说的话，其实都很简单。但是呢，难度就难在就是说，你其实还要做很多手工活，长短、粗细，还有像竹子的韧性，还有像你那个做掩体的这个一些材料，其实是有一定讲究的。它就是在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那个细小的这个细节当中，去体现出它的这个就是成功率吧。好，其实我又踩了。你就踩这儿啊！你就踩这儿了。走。哇塞，踩到史上的感觉啊，这简直就是太炫酷了，这太炫酷了。怎么个心法？有说明书吗？没有说明书啊？那我问一下。哎，东家，请问这个要怎么做？你能示范一下给我们看吗？怎么做？你叫什么呀？加纳。懂了，好，谢谢。然后全部都掏出来是吧？掏空。是的。哦，这个猪圈为什么这么小啊？我没见过这样的猪圈。一口。哎，小娟，掏个份2000，还是很难赚的。这个猪圈和崖口村的猪圈比的难度在于恶臭，因为它的那个猪屎，听说是他们两三个月清理一次，两三个月的猪屎跟玉米杆再加上猪的
液体和固体一起积了这么久，再加上每天的阴雨天气，天啊，那种恶臭直接过去就呛到肺部都疼，真的啊，崩溃了，精神上已经崩溃了。哎，你多大了？你也19岁啊？你们俩一样大哎。对啊，感觉你比我快很多。啊，今天认识了一个朋友，我们是挖屎认识的，他叫加纳。我们跟他好好的聊了一聊他的生存问题，还有他的经济问题。那你想不想出去打工，像他们一样，在外面的世界去有自己新的生活？在打工愿意，但是呢，我妈妈和外婆，不行了。你现在在村里，你如果想改变一种新的生活，让自己家里的生活好一点，你最想干的事情是什么？养猪吗？你现在养了几头猪？是养2头吗？你想养多少头猪？你能养多少头猪？30只吗？30只野猪吗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可能需要走访更多的村民，并且得到更多的数据，或许我们可以在离开的时候制定一个完善的方案，然后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村子富有起来。是吧，真不是这群的，他来抢食的。所以咱俩选这个，就是咱俩选这个项目是对的。昨天咱们是相对来讲对猪比较友好的，我觉得还行吧。大，不理我。这几天因为和不同的人也一起合作过，我说心里话，我觉得我非常觉得跟雅琪在一起合作很舒服。他还是很真诚。雅琪虽然说他自己说就是小学毕业，但是我非常佩服这样的人，对吧？我觉得他爸爸对他的教育也是一种尝试嘛，对吧？雅琪现在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好。来，我替各位老板那个给你们道歉了啊。小郑昨天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小郑昨天听着猪叫，小郑眼泪都下来了。哎，你说这不是说美女会哭，我想这汉子，这五尺高的汉子，眼泪说下来就下来。五尺是多高啊？五尺的汉子，我比你还高呢，那你就40，我猪又跑了。跑什么？不愿在这待着。跟高鹏也合作了4次了啊，尤其是今天有2个事都是在合作，而且我跟他聊了一个话题，其实发现这个人他很能认清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想法有对有错，在这方面我还挺喜欢的。我觉得吧，我觉得出来今天有点急，有点跟我较劲。村长，我跟你说，真实中你得说，你得知道村长是啥意思。真实中，村长是不可能说这事就得听我的。啊！你们都是老百姓，那还叫村长？那怎么写了？独裁了？都被选去了是吧？村长其实就是，哎，就是一边揉着一边打着，村长都这样。对啊，咱这都本色出演，人家演技派。这个柴房跟那些牧盐的那个柴房差不多的。啊，但是牧盐那不用捆。我们那都是已经搬完的，这个其实我们一根一根捆的。不是，牧岩本身也属于比较能干那种。牧岩本身其实干活要说挺能干的。终于听见你一句夸人的话了。我不夸人吗？你夸了谁呀？村长啊，我觉得咱们村长的人其实真的不错，对吧？在这么就是村民都要弹劾他了，都要提及到改选的问题了，你看人面部改色心不跳，溜溜达达的，溜溜达达的哈。如果有人胜任这个位置，或者是说大家都觉得这个村长位置很好当啊，那么就让他在这个位置上体验一把。我明天自己的事情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，所以今天晚上的结果，无论是我留下还是我离开去干别的事情，我都已经有所准备。吃饭吧，咱们别耽误了，儿子，加油啊！你看，儿子，晚饭靠你了，啊，挣工分也靠你了，加油啊！哥哥
都靠你。然后要把领子烤，袖口这种地方搓干净。漫天落叶，呀呀呦呼呦呼呦呼，一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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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大大的！这啥呀？这是？走开，走开，不中！哎，木耳，好大的木耳啊！蘑菇，这能吃吗？这个能吃。找到蘑菇，你找到蘑菇现在你爸爸在想你吗？嗯，应该吧。最后我还说他真的有点非常蠢。他还说今天晚上就啃两根蘑菇。这个孩子特别热爱生活，平时就喜欢采摘啊、钓鱼啊这种生活上的事儿。我觉得他喜欢大自然。短短两天我已经看到了他这个独立的能力，所以我觉得展望是可以自己完成这个任务，而且其实我也是忍着一个电话不打，想看看他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他要亲手给我蒸一个蛋糕。我拿我采的蘑菇和木耳搭成个心，祝爸爸生日快乐，爸爸我爱你。你对管理村长是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意见？我是觉得这个不知道节目往下怎么弄。哎，你别管节目还怎么弄，你觉得对这事什么意见？我啊，我你可以当我，我真的吃旁观。吃旁观啊？对，我不会去竞选村长，因为我觉得村长不是一个好干的活。你们不要以为村长他愿意这么干。对呀、啊，没有以为村长是个好干的活啊，但是没有村长现在民愤不少啊。村长现在名分挺大的，对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认为说你可以做一个自由的村长，我就是告诉你。哎，大家好，阿姨好，师傅好，师傅好，我是来这个灌肠的，灌肠，这么弄啊？啊，这就是做好的嘛，对吧？对，这就是做好然后熏过的，放在上面熏的，啊。对，先切点肉是副的，然后再师傅来再切小丁，对吧？对，那我先切肉吧，先切肉。你让我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，不要再对着我拍了。我有了更大的房子，可以装更多的箱子，可是我呢你先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啊？成都吧。成都啊，成都你去过啊？对。像那我是很喜欢去外面什么那个的，但是就是还是要自己在还是可以的。在这个灌肠的这么长时间当中呢，跟那个小米其实聊了蛮多了。那其实我也了解到，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和这个很多的愿望，他们都想离开这里。
因为他们会觉得在外面的话会有更大的这个生活空间，在这里如果是光是忙农活的话，第一挣不到钱，第二他们其实还是有抱负有理想的，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。想啥子嘛？嘲笑你撇子啊！嘲笑我左撇子啊！在一起是新的形状，千万个目光。哎，你吃的不错啊！啊？你看，烧的也不错啊。我跟你谈点事儿啊。啊？说我要是晚上任命你为副村长咋样？给你一定的行政权力，不是大家选的不是更好一些？哎，这个我可以直接任命，直接任命副村长啊，充分的发挥你的领导才能吗？而且呢，我给你一定的权力，给你一定的工分。哎，这也不错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吧？哎，我看你这招挺灵啊！我真不是这招挺灵，我觉得是在某些方面你是有你的才能，对吗？那干嘛不用呢？村长给我升为了橄榄枝啊！那我不是给你升橄榄枝啊，你是为了你自己。我说句实在话啊，我这人从来不趋炎附势啊。我要真选，我也不怕跟你一起竞争。我说了，我并不一定是领导才能做到，但我能做到，黑白分明。但就这种东西，大家就说，你觉得你黑白分明，我就觉得你黑白不分明，对吧？你凭什么给他那个活儿就跟我？所以基于你所说的这个道理，任何一个人放在这个地方都是放在火上烤。当然呀、啊、所以咱们可以软硬结合。你不是情商高吗？管理技巧吗？没说我情商高啊，行，你又别谦虚了，怎么谦虚？所以我们可以软硬结合，减少一对立面是吧？是吧？我先得维护他权威啊。你以为你如果真把你选上，你以为你能好过吗？你本来是跟他们有直接利益冲突，废话，当然不好过了。所以其实你要意识到一个本质问题，就在于你是一个运动员，你不可能做裁判。我不是运动员，我可以做。我再怎么做，我作为一个裁判员来说，我能做到相对公平。但如果你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，你觉得咱们可以选什么？想想，好吧，好好想想。我们这研究是怎么颠覆村长，他首先拉拢我啊，给我一副村长，回头你看我这不好意思再折腾了吧。我跟你说，典型的就是给你点小恩小惠，哎，回头我到那儿去，我比他还难受呢。我考虑考虑吧。绝对粪呢，你不能有误解。它就是你吃的面包啊、大米啊，是吧？经过你的胃过滤以后，出现的渣子。哎呦，不行了，不行！哎呀，哎呦，现在属于体力严重，先放着放着，没事，放着。四十五是吧？对对对。不行，腰不行。一分钟，你说句话。什么事儿？我说村长这事咱咋整？你跟谁比较熟吧？跟小郑。跟小郑，对你搞定他。嗯。其他人我搞定。嗯、就整个这个拉票策略。我选你当村长，你当村支书记。你当村支书记。对。咱俩搭配。我都想好，不是真的。你看啊，我还想好一点。他比如那一直在那个国贸旁边绣花那小姑娘，深深，还有一个小米的，给咱们迎新的那个，就是他们都就是长期生活在村子里，也没见过世面。村长、村支部书记，然后咱们俩一人一个女助理，不，没别的意思，就让他们能够哎了解一些这种管理啊，开阔眼界。那村长动员我，给他当副村长呢。别听他的，没用你。你这当过镇长，你不知道，副村长没有任何价值。你副村长就得打下手了。那咱还是发动这个，一定要颠覆，一定要颠覆啊！发动这个运动，那完了给他整干，给他整干啥？他就是别人村民嘛，他实在不愿意干，他可以回家。天哪，这个淡淡的迷迭香，淡淡的迷迭香，啊，我已经憔悴了。要咬出来是吗？
扭咬出来给你看吧，我怕你吃不了。啊！天哪，我好好一个大活人，为什么要给自己找这样的苦吃？我希望有人能够赐我一点力量，我要崩溃了。珊珊，你觉得？觉得贝贝哥哥容易吗？你能干吗？你要试一下吗？来，神仙姐姐咬分了。好，可以了，这样村长就不会说你了。先搬出去。他在挑人份之前已经花了3个多小时，耗尽了体力挖了猪粪，其实他没有喝一口水，没有吃一粒米，然后又要去挑战恶臭的人粪，而且还要去挑将近100斤的粪，他又从来没挑过扁担。其实当时我心里有点担心。一人赶走青蛇口，喝干地酒啊。OK， 哎呀，哎 ，OK， 哎呀，哎，哎，我惨了，惨了，没放松，哎呦。惨了，这都是粪呐！哎呀，放不进去，全洒了，哎，浪费了。爷，怎么了？你摔一跤啊？没有，就放没放稳。太惨。那这也不行吧？你要知道农民啊，农民伯伯对于这个多么珍惜吧？牧言以前在我眼里是个怪胎，我就觉得他好多事情都特别的不可思议，觉得他身体里住了一个奇怪的人，挑粪的时候。粪撒到地上了，他竟然用手把它捧起来。如果是以前我没有接触过粪的话，我可能会很自然的很嫌弃这个人，哎，我说这人怎么这样。可是通过我自己跟粪的接触之后，我今天再看到这个举动，其实我挺感动的。其实我能体会到牧言那种好胜的心，所以我现在能够理解牧言很多这种无厘头的一些行为举止。我觉得他内心是一个极度释放的人。去吧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好。不要那样嚼碎，缓一点，缓一点的。可以啦，还没干完呢。小陈，怎么了？啊。我不行了。这个味道啊，对，和猪粪相比哪个味道更刺激一些？这个我觉得，反正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珊珊有一点遗传了我，她真的是有些小洁癖的人，但是她最后她也去咬了2勺粪，这个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，我挺感动的。我没有很快的过去安慰他哄他，就是因为作为一个男子汉，我希望他学会默默的忍受这些，并跨越自己的情绪和软肋。你选我当村长？你真想当村长吗？啊，你真想当村长吗？我。我准备跟高鹏打配合。那你是选他？他当就当。
他当我可以当个村支部书记。那你选妇女主任吧。选啊你啊。啊。全村的女人都归你管。行。给你最轻的农活。嗯、啊。到时候我肯定对你无微不至。那高鹏，高鹏以前正经干过3年镇长。啊，不是，我知道，我指的是高鹏。难道他选上以后他不做活吗？做。他做，我跟高鹏，我跟高鹏聊过、嗯，就是说，他是保持每天至少一半工作量，然后另外一半呢，他可能自己给一个很低的工分，比如说每天1000块钱。那也得大家同意啊。对，大家可以商量。本栏目由无硅油不刺激养头皮资源无硅油洗头水独家冠名播出。对，这个裙子挺好看的，陈老板应该喜欢。你看他们在扎那个他们的这个彝族的发饰啊，你看他这个，哎呦，脖子上都戴，漂亮。那你们会先自己先跳一段，然后他过来了一起跳？可以。这花漂亮吗？啊，陈老板，这是送给你的花。你们面前有个大水池，这个游戏的总体的规则呢是跟昨天套出是一样的，由今天公分的获得的最少的人，他爱选谁他就选谁进行挑战。你们之间也是胜者可以获得对方的所有今天的公分数，而且我也是贴2件进去给胜利者，好吧？比赛的具体规则是网中一边一人，一个家庭只能派一个人，好吧？这里面有蓝球和白球，在5分钟之内，最后网内留得的球最多的获胜。比如说那边的球最多，这边投掷的这一方就获胜。啊，往对方往里投啊？对呀、啊，往对方的往里投啊。可以打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可以打。按照比赛规则，应该是钱数最少的有优先的挑战权。但是今天有个特殊情况，我们今天有一个人过生日，他是寿星公。很好，所以我决定让他开始第一个挑选对手，大家没有异议吧？没有异议。来吧，请陈浩选手走到比赛场地的正对面。展望，你来挑。你挑。哎，今天谁最少啊？挑谁快？展望。他吧。我行，我来。行，雅琪吧，走。陈总，我们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。啊、嗯。别闹！没明白，关键是。那你来一块跳。啊！你这个队伍不平衡。不，这真不平衡！来。我真没你放得开，全场走了，行吗？谢谢好 ，OK， 行，好，来，谢谢，这边站好了，还有酒啊，哎呦，太好了，哥，这是好东西，哎呦，太好了。来一杯吧。嘿，跟他不相关。你在你这陈浩家喝过吗？我们都喝过二三十次了。陈浩，这是规矩。我们为了抢口酒喝容易吗？我们后面都挡住了。直接买。哎呀，陈浩，你，哎，你给我来一个。不客气啊，来，先喝了。好几天没喝酒了，免费蹭酒。这哎，你们三个就算扣工分吗？免费喝酒啊！好，谢谢啊！我看出来了，这不是给我过生日，这过来蹭酒喝的。我这干啥子嘛？给你。欢迎来了。跟你说，我们北京拥抱你。哦，拥抱一下吗？可以吧？来拥抱。没问题的。来，都拥抱一下。都拥抱，都拥抱，都拥抱一下。都拥抱。来，哎，过年。
你就是为了你自己。行了行了行，跟粉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没点身份，你这人不是你有点出息没有啊？那个我儿子在那边，我结婚了。我气了。好，行，比赛开始啊。好，谢谢。小二准备计时五分钟，进球球数最多者获胜。这个。赶鸭子哦，对对，你说来。开始。不对不对，网里网里网里扔。啊，那个网啊。哇。慢扔，雅琪，你已经赢了，你不用打了，雅琪，他比你球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赶紧赶紧扔吧。进攻，可以了。哎，你不能从我这抄，哎，你不能从我这抄。有要求吗？你快点，雅琪，你管的规则是后来定的，你赶紧扔。我跟你说，防守永远都不会成功的，只有进攻才会成功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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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人！哎，打人扣分啊！快扔！快扔！快扔！没辙了，你看雅琪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五分钟。哎，雅琪，只能靠你了，你扔的再不准点正好。啊！不可以越界吗？不可以越界吗？哇，这真不行，这真不行，这违规吗？哎，违规！这违规！那不行，那违规！浩哥，那赶紧回来打！这违规吗？你把你俩球拿回来！你违规了，你违规了！把假球放下，我故意拿球也不算啊，违规了，不能越界。都说了，跟踢足球是一样的，能过界吗？我们要完胜。哎。哎，规则不知道啊。所以这雅琪，你就高风亮节还球给他吧，这他真的是不懂的情况下。完事儿了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再给他俩球，他也赢不了。无所谓。郑雅琪进了九个球，陈浩进了五个球。我哎，没人跟我讲这游戏规则啊，关键。我们刚才已经把游戏规则讲得很清楚了。来，接下来郑亚琪将获得陈浩的4000元，还有我们的2000元，交给郑亚琪。行了，先拿钱给他，会花钱才会挣钱，去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今天下午的游戏，陈浩的表现让我挺吃惊的。他下来以后，我们俩还聊了一下，就是他
他没看见有球门，他以为就是把这球往那个，就是这个中间那横篮对面扔，所以他刚开始扔了俩以后，我很吃惊，我说他这不是给我送分吗？他就失去了那个射门的机会了。好，接下来簪花，你选择挑战哪位？我选平安。对，平安今天的获得的公分数是多少？3500呢？3500相当于第二名。好，请选手进入场地。开始。局里头，当我拿起球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我不是他对方的对手了。就是球真的很沉，特别是带着水，而我想拧杆的时候，我抓不动它。球数不多了，要抓住准头。哎呀，我不喜欢了。你要进的，你要进一个，你已经输了，你要进一个没关系。结束了。簪花一球未进啊，不用看了，簪花一球未进，获胜者平安。所以你就自不量力了，你要跟我就好多了。那球。太沉了，扔不动。我眼镜没了。踩着踩着。对，这个。好，接下来慕言、叶子龙，你们俩谁先来挑战？我们来吧，我挑战小贝。啊？为什么选小贝？因为他最帅。你咋不说他钱最多呢？预备，开始！啊！往前走啊！往前走啊！傻呀你！往前走，你傻呀你！靠啊！我要慢慢来。往前走！
啊，你先防着，防着看好。没有，没进，没有。没有，没进，没有。好了，你已经有了。他输了，他已经输了，他已经完蛋了，他这意识已经垮了。你让他进吧，没关系，无所谓。你是在调戏他吗？来，耶！啊！贝贝获胜，贝贝想获得3500的奖金。1500。贝贝想获得3500。走啊，接下来牧野你要挑战哪位？就剩我俩了。没，我就剩他了。选手准备。牧野你胳膊坏了。对，我胳膊坏，我只能左手。你让牧野俩球就完了。不用让，不用让，不用让，没劲了。预备开始。他原来是守门员，你别老让他防守，你让他先进攻的。捡球，捡球！他小时候没球。牧野加油，牧野加油！金玉皇，
好，木烟有点受伤，手部有点受伤。六比六平，加时赛，木烟还有没有力量继续比赛？可以可以。接下来我们采用足球的点球规则，一人掷一球，一方投掷，另外一方防守，失败者就是失败者，投入者就胜利者。你可以那个，我这边受伤，你可以打我这边。比赛继续。不是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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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高鹏获胜。小二，统计一下，目前为止，口袋中财富拥有最多者是谁？镇压旗获胜，过来接旗。从来没拿过这么大奖。好，时间不早，解散，各回各家做饭。哎，国贸吗？挤着了。还有这是国贸，这挤夹着了吧？国贸是被他挤的吧？不是，摸草了，摸草，摸草了，这不能摸草啊！This is story. 哎呦，你也扎了吗？哎呦，我刚才是整个抓住那个才。哇！就我昨天看见你被扎了，就没体会不到这种感觉。现在知道了吗？太狠了！哇，你这挺凶的。我帮你拉吧，没关系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疼，好痒啊！真的呀？啊？这么夸张？对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疼。那他要怎么办呢？啊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这样就可以治好。哇！哇，就可以了是吧？这个叶子。赵山，记住啊，这个哇，真的巨疼。真的好针没？又疼又痒那种，里面感觉全是针扎着里面那种感觉。我是整个抓住的那个。展望也是这么残的呀。我是整个手抓上去了，我是整个手抓上去了。你俩是一样，让难受了吧？太刺激啃两根黄瓜，你吃个苹果，好吧？平平安安就行，别切片了，咱俩整个啃吧。炒菜咱吃两盘干黄瓜没意思，生黄瓜吃了减肥。谢谢儿子给喜欢，哎，还给我根大的，你吃大的。你饭量比我大，不是？爸爸心领了，谢谢。这么孝顺。祝祝妈妈生日快乐。啊，真是！这是我这辈子过生日吃的最丰盛的一顿。哎呦，这您都吃一嘴油啊！别弄衣服上了，不掉了。啊，你煮米怎么样？我烧过。这不会呀。啊，那我来吧。你不是说都你来吗？那都我来吧。米呢？米呢？你这干嘛呢？掉。
哎，你怎么这么浪费啊？你不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吗？哎，你帮我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来煮饭，好吧？你先喝酒，放水怎么样？我来煮饭，你来做菜，我们这样吧，会搞到天亮去啊。那我要不要放水呢？你放下呀，磨叽。我说我来搞饭，你来做菜，我们现在分工。哎，那我怎么办？我们做几个菜？你打算做什么菜啊？我觉得就完全混在一起炒了吧，一菜一汤。啊，什么混在一起炒了？这些什么土豆啊，鸡蛋啊。哎，土豆，土豆呢？是不是土豆没拿是吧？哎，太激进了，速度快一点好吗？我们真的受不了。那就卷心菜炒蛋怎么样？然后再配上老干妈，其实味道也不错，感觉。哎，火够旺了吧？我们这一顿是不是你就把油放进去，菜都没好呢。我觉得已经好了。菜在哪啊？在这里啊，你看不见吗？快好了，快好了。baby， 你把那些菜的撩出来，这不就行了？我手脏啊，我这不是。你叫我呀，你这锅会烧死的。扔进去啊，先把盐递给我吧。盐在哪儿？哇，现在倒好水进去。哎，盐呢？盐在哪儿？盐在我这儿，盐最后放吧。哎呀，给我来，我试一下。怎么办呢？真带感，珊珊，你可以让它热一下再搅。我看一下，等会儿。不好，贝贝，你赶紧把。哦，好了好了。我们来的时候，贝贝是说你做饭，珊珊负责烧火，我负责吃饭。结果到现在，请问现实的转变是什么样的？没法合作吗？这不是，意见不统一，我也没办法。我们不是没法合作，我们是实在看到没人做，就没办法。你做的很好。对，珊珊就上手了。珊珊是个救急王，沧桑啊，就是真难。哇，等一下，哎，你要等它结。哦，已经结了。不是这个，不是你来，我直接炒就可以了。可以，可以了，滑蛋，滑蛋，可以了。刀，已经毫无兴趣。哦耶。好，哇，我们今天能吃到这顿饭，我觉得太神奇了。我以为我们要做到天亮才能吃到这顿饭。贝贝，我们俩真的应该好好的感谢君老师，动手做饭。没错，就是怒刷存在感。怒刷存在感。平常我们三在一起的时候，老是我在刷存在感，这才叫养儿防老嘛。你们俩都吃不完了吗？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肯定能把饭吃。真的？对，因为其实我吃饭的时候，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就是很感动。它好不好吃，真的已经不重要了，我一定能把它吃完。一日头条。老北变形记第二季影红成功被弄哭，回去。你这样好吗？这个怎么回事？对。这是幸福的眼泪。对，因为你们长大了，比我还能干呢。一、二、三。谢谢志好山同学，谢谢小贝同学，特别好。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，村长来了，哎呦，村长来了，他没叫你，他给你要。爸爸的生日呢，只有一次，就一年只有一次。
是吧？咱们不能错过去。今天村长先把这个蛋糕给你拿过来，你待会儿给他点上。这个钱呢，明天从工分里扣。你明天要努力干活，你现在已经有压力了，好不好？看看看看，看看上面画着谁呀？爸爸生日快乐。好看不好看？这个拿着，戴着帽子。新浪微博参与老板变形计话题讨论，领取资源无硅油头皮护理洗护产品套装。更多节目资讯敬请关注新浪娱乐、搜狐娱乐、腾讯娱乐、凤凰娱乐、网易娱乐、秒拍，欢迎登录优酷、土豆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乐视网收看完整节目。第三季老板变形计本来身体不舒服，再加上带着你们，我本来就心理压力大，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呢？120.95。特别漂亮吧？看这。我们要拿钱，传递生活正。